然后你要转身的话，自己转嘛。下床，快点下床了。哎、欸，你那个露脸啦、啊，你不是说好要遮住脸吗？好 ，OK。好矜持的、哦。为什么不骂出来？下一位。你。我现在快点。哎、欸，这边、啊。好，你要这边是不是好？那我中间空白，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要先这样拐过去，然后再勾上来。啊！被人内敛了。都好累，他真的脖子都红起来了。啊！超级痛。来。这个勾上来就想吃，因为脑子没办法记得。你要挑战不出声。我觉得我就会这样，我们不行啊。我这里光红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就是先画圈转上来。出声啦，没关系。都死我！妈的！我得删。投降失一半。就是不管怎么用，一定就是很痛。是先你要哪边？先往后去一点，后去。老师，你再解说一下。来看一下我的手势。嗯。反正这样摄影机看不到。你看，转过来，然后再勾上去。哦。我要矜持，我要矜持。不能输给李光宏，我跟你讲，你想看看你拜天还有他那一套啊？不叫就没意思啊！这是台湾好声音，快叫！快叫！好，放开才叫了。